边相关的工作。工作地点呢是在东京都千代田区，工资给予了18万到30万。对于要求是日常绘画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详细的公司了解。这边的说明会呢是上午的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的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面试信息，当天可以预约面试。